Hello，大家好，我是莫寒。今天我们继续《植物大战僵尸：荒原战争二》的游戏实况单人剧情向呢是打到僵尸这边了之前我们这个任务是找那个谁来着？找那个超级大脑对吧？超级脑袋不是超级大脑，是哪边进来的？忘了。我跑外面来干嘛？这里面。就船长走得比较慢，船长其实不太适合打这个剧情的。因为船长这个威力啊，这个不能群攻，最好是能远距离群攻，然后扔流什么那些，打起来会比较好。船长唯一的优势就是打那种副本好一些，就打那种剧情的，而不是打那个进入地图打的那种。因为我这次这个船长是之前抽的嘛，抽了一个火焰船长，可以箭射伤害。但这个。荒原战争一向是一个缺点，音效是没法调响，不知道 EA 是怎么设定的。还要好，最终好，好棒棒联盟又再次集合了。好了，超斗局面，超斗局面是什么鬼？加入好棒棒联盟的，这个并一同对抗超无敌宿敌超斗。切地图了吗？不用切。怎么那么慢啊？哇，这是超豆吗？这不是辣椒吗？好棒棒联盟一定会阻止超豆。这不是那个辣椒吗？他们想要干嘛？超豆的名声超级坏，而且超豆局面会对上超棒棒一拳，合力电光吼。我在头盔里打了个嗝，什么鬼？毒性脑袋。脑袋是不是只有5个啊？没有7个。哎呦，我去，这就是超豆吗？这就开打了。怎么有种西部片的风格？然后我在后面被，我在后面被打了，惨了！我在后面被打，什么情况？后面有一个东西在打我。超豆去哪了？他在防护盾吗？我这里打好像太危险了。召唤我的这个。鹦鹉，它会瞬移啊！哇，移到哪去了？会移到我边上来了吧？我这边没人，好像在这里，在这里，这个防护盾会一下子没有，空降炸弹，再来一个，我去，移到外面去了，给眼放激光嘛。又瞬移走了，防护盾皮好厚啊，反正没人打我吧。我来看看我那边有人打我，没有安全，妥妥的安全。那要瞬移了吧？打不动他，可以把这个取消了吗？他不会打我，偷袭一下。这个太难移了。又去哪了？到那边去。撞到了，撞到了。炸了！我刚才说超豆是植物大战僵尸的激光豆，他是不会过来的嘛。大炮，打树上了，
船长是只是适合这个船长不好，还是那个爆炸船长厉害，或者那个全明星厉害一些？我觉得喂，砍掉了吗？这个不过小心瞬移了，炸他！哎呦，这不能走！哦，直接把我桶给打没了，去哪了？干死他！超豆歼灭任务完成，三星。啊，船长还是不是很好用，我觉得全明星一会儿就打死了。扔个炸弹，我觉得这四个超人，这四个大脑。好了，任务完成。2500，船长还不是很好练啊，还是要搞一个那个好玩一些，搞一个全明星。全明星我觉得手徒手的方便，毕竟攻速快。尊贵的搭档，恭喜你，谢谢你的帮忙，让我们那颗豆子死不能再死了。现在接受你英勇的徽章与好棒棒奖励，没错，轰隆隆，此刻到了，宝贝。好，拿徽章，要快打完了嘛。哦，不过最后可能要去那个无限空间，从礼物店离开，别忘了夺取我的超级宝藏。有可能无限空间植物打过了，就植物打过了，估计就那个啥了。哎，他的宝藏是在哪里的？啊，这边。投影脑袋，这有啥用啊？这一个帽子吗？那我到现在一个脑袋都没抽到啊，略坑。晚上换一下僵尸吧，这个僵尸不太好用，还是我觉得全明星啊或者什么好用一些。小羊现在只有两个，我现在多少钱啊？能抽几个？哦，还可以抽一次。贴纸捕获中，脑袋，来一个脑袋吧。哎呀我去，你没事给我出个玉米干吗？烤玉米，好吧，烤玉米算你厉害。烤玉米是什么鬼？哎，等一下，我看看这个每日任务，我还没看呢。僵尸，哦，僵尸这个，哎，是不是要完成了之后才能有新的这个东西啊？山羊15只，机器人炮塔，歼灭15个橙子，好吧。我觉得僵尸还是那个突突突的厉害啊，还是换成这个全明星吧。打桩技能，威力无比的打桩技能，曲棍球明星，哎，用这个吧，曲棍球吧，毒比较厉害，我觉得。接下来还最后一个小僵尸没弄。但是用小僵尸去打那种手徒的话很难打，一会儿就死了。虽然可以召唤机甲，但是没有那么多命可以死啊，突一会儿就死了。最后一个，未来科技吧，有可能到空间站去了。哟，哎，不是空间站，这有什么东西没捡的吗？或者可以捡的东西吗？哦，这里有一个这个。有个地精 Z 机甲，僵尸们好，我是个有完整感情的与感与知觉的 Z 机甲，我能做到个超四兆比的比地狱伤害的统计结果。哦，好吧，史蒂夫，哦，你叫史蒂夫，哦，更多人叫我史蒂夫。有几只小僵尸羊从小僵尸照料的圈中溜掉了。
我们来找僵尸羊去啊。好了，身为一架 Z 机甲，我装备着江霸最新的武器，完全可以参与战斗。不过大多时候都是卡，我都卡在要照顾小僵尸们，好吧？小僵尸很聪明，但需要这个照顾和保护。小僵尸咬死史蒂夫的电线，啊，史蒂夫的电线，还把什么东西啊？小僵尸又逃出工厂了，你愿意帮我围堵他们吗？不是小羊吗？啊，小僵尸不是小羊。搜寻小僵尸，搜寻完毕。这边，这后面会来一个蘑菇，小心一点。这边我放的东西还在，我放那个靶子还在，这会出一个什么什么蘑菇，小心一点。转身守在这里就可以。蘑菇要来了，我觉得，哦，来了，这个蘑菇先干掉了。双杀，哦，这个没死。喂 ，OK， 搞定。要去那个啊，要去这边，反正已经认路了。刚刚踩两个地雷踩死，现在注意一些。哇，这样就完成了。再来一遍，小僵尸。啊，跳过跳过，赶紧，我们要去那边。我是广告打的，往这边绕过去可以吗？有个宝箱，开一下。2万游戏币。那小僵尸不会攻击啊，略坑。他不会中毒吗？我应该换成那个网球射手。这被我赖死了。这样好像就不会打完了。不死啊！开挂了吗？这是啊，没打到他。啊，没有触发对吧？还打不到那个。哦，真看到我了。啊，终于搞死了！打了半天没打到。好的，完成。啊，要留意一下脚下的这个地雷啊，留意一下脚下这个地雷，侦测到马铃薯。
我、哦、还有一只。喔喔喔！哎、欸，这么快就死了两个、啊欸？不要这样子啊！我去，要保证有……我操，地雷好多！我是打地雷还能升级啊！注意一下，我这边地雷真的很多。还有吗？哦，这里还有一个。时刻注意地雷。哦，这里还有。不能让小僵尸踩到地雷啊！我就被坑了。不是地雷满大街都死啊，这哪来那么多仙人掌可以扔？还有吗？还有吗？还有没有？哦，这里好多地，都是经验值啊。快到圈里来，哦，搞定了。这地雷把我坑了，哇，这么大的热狗，我觉得这些热狗跟一个桌子这么大，人都吃不下，我觉得。好，任务完成2500，其实应该挺简单的，之前没看到地雷被直接炸飞了。小僵尸木人你好啊，对于僵尸而言是超水平发挥。对，小僵尸失眠症，植物正在开派对，让所有的小僵尸都没法睡觉。嗯，目前的任务是哄那些小僵尸上床睡觉，什么鬼？派对中低音节奏很吵，小僵尸无法入睡。好吧，我能换那个吗？那我能换下僵尸吗？这个僵尸啊，这个僵尸有点累，打起来，他们发现不了我。冲进去，目标。把炸了吗？破坏派对，耶耶，卡住了，里面很彪悍啊，要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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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要把这个拆了。哦、哎呦，这个不行，我要换个角色吧，换这个不好玩，这个玩起来太累，还是这个英雄柜比较厉害，英雄柜的话是每周会有免费英雄用，我这么多目标要打。仙人掌呢？给我死出来！放电仙人掌去哪儿？哎，那仙人掌去哪儿？我刚看到放电了。我还是这个网球厉害啊！啊，没开，哎呦，在这里啊！先把外面两个解决了，省得一堆英雄。
网球就是六啊，伤害好高啊，伤害高的没朋友，可惜我没这个英雄啊，有这个英雄就好了，我就练这个英雄。现在都三级了，敌机来啊、哦，大嘴花，这，这，哎呦我去，摇滚摇滚大嘴花吗？往死里抽他！有本事你过来啊！哎呦我去，吐了我一脸。去死吧！啊，这就赢了。交叉电线来让音乐超载。怎么个交叉法啊？点这个，关掉 DJ 台。炸了！呜、哦，好，炸完了，安静，很好，已经启动了。怎么摇篮曲？好吧，任务完成。哎，这么简单，这小僵尸任务。小僵尸任务确实挺简单啊。都没那个厉害，我还是觉得那个超人那边，就是超级大脑那边比较难。史蒂夫的假期，带着 Z 机甲的记忆元件去度假，帮他放松一下，好吧？不重新充电一下，我的数位大脑会崩溃的，好吧？年轻的硬迪斯。好，要进到那个了，首图模式了，时光公园，反正是要把一圈新地图老地新地图打一圈，老地图好像不打的。自定义外观，网球大爽，这个汉堡头盔，汉堡技能有什么吗？长型炸弹，这个吧，超级冲撞，一旦杀伤力更强因撞而诞生，全明星企图撞啊、哦，无法常常使用，就速度慢而已了。替身牌，角色可以升级吗？升不了啊，等级到了多少才能升吗？我看看哪个职业好像练的最高啊？好，这家伙练的，哎呦，我点他干嘛？用错了，哎，用错人了，无所谓，这个应该也很强的，我只要招一个出来就可以。哦，要树立墓碑了。全明星嘛，网球全明星，然后加两个补血的，两个奶妈，太空，一个毒物，或者一个物理大师，我选择我用这个得了。哎，他可以选很多地方 ，C 和 A， 这个地区好守吗？我觉得这地区不太好守，里面是在跳歌，哎，不，里面是什么 disco 吗？那个灯照来照去的，这就是我的想法。哇，他们会从这里过来吗？就三个入口吗？这个地方还可以，至少不是很大。我觉得他应该是跟那个什么打起来，玫瑰还是什么打起来。放松模式，
来植物了，他们从传送门过来的。物理大师是放电的吗？我去，这个电有点厉害。还有一只没过来，他们出去干嘛？哎，你们出去干嘛？跑那么远，我天！10秒，来得及回来吗？然后电脑说我们回不来了。第二步，两边，这边也会来，先把这里打了吧。哎，还没死啊，又来了一次。直接堵在枪口上打，我去，炸弹，我这地区守起来有点累啊，我可以放几个牌子在这里。然后这边放几个牌子，可以帮我拍照吗？公式三，三边一起来，其实堵在这里就行了。相片是什么东西？出去哦，要出去的，要出去找相片。又没敌人，有可能过去就有敌人，这么远要死了，略危险。有点失焦了，不过还可以接受。哇，蛮近的，这里照片传输完成。没敌人吧？我来了，还有啊，哇，这要打多久啊？第10波攻势，啊，不是第10波，第4波攻势，第5波应该就是 BOSS 了，疯狂的来了呀！疯狂要出怪了，去死吧！仙人掌。
只要我们抱团就行了。这个区域如果全是那个博士也很强啊。哎，他们出去干嘛？出去作死啊！出去作死啊！我去，谁倒下了？哎呦，这个受不了电脑。受不了电脑，不要出去，他们一出去就守不住了，我觉得千万不能出去，出去绝对作死啊。这个大树桩、哦、又来了大树桩，天哪，最恶心的怪，别出去，千万别出去，他们一出去就守不住了。哇，什么东西？升级了。大树桩从那边过了，这边有个玉米是什么？玉米精英吗？许都博士就这么倒下了，快复活！挺住啊！我去，把小僵尸全打死就行了。到处放板，我被卡住了，你们要撑住啊。哎呦我去，还好放了块板。那个大玉米是什么？超级冲撞。我还是全明星厉害啊，我觉得。海盗船长打这个死的不要不要的。死了。那个玉米是什么鬼？那个玉米是卡住了吗？呀。你是卡住了吗，兄弟？不、哦，玉米英雄卡在墙上，幸亏他没进来，进来就死的不要不要。有本事你下来啊！有本事你下来啊！你是卡在墙上了吗？我捡不到钱了。哦，可以捡。任务完成，现在轻松多了。哦 ，boss 打完，飞船来了，准备离开。啊，这还是比较简单啊。解锁成就。给一万块。获得史蒂夫徽章，必须找下一位僵尸报道。小僵尸中午有游泳课。好的，那么我们，哎，他这个宝箱是在哪的？好，这里。哇，未来鱼缸，小僵尸头顶一个鱼缸，什么鬼？好了，那么这集我们先到这里啊。这个下集的话，我们还是要继续这个任务，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还差顶尖僵尸以及这个，这应该是去那个
也是去那个空间的，我觉得是差不多的。好吧，那么这期先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